即係有九八年著名嘅粵劇編劇大師家陳道明老師，佢創作咗金秋遊嘅品牌啊！喺呢二十年之間咧，喺呢個晚會當中有無數嘅名家見過陳老師嘅呢個名曲《天地情》。今晚咧係陳老師金秋遊嘅品牌嚟到嘅二十周年，我哋熱情嘅掌聲祝賀陳老師。阿靚仔，啲位點㗎？陳老師同佢都存在一種三好啦嚇。同大家上手我坐呢度啊！我后边咯。我坐呢度。我后边咯，你哋。哎，前面前面，镜头。没事。呢度系咪？我个位后边啊。唔知啊，你问下五哥。我哋五个眼睛夹出嚟，麻烦。系啊，系啦。呢个嘢系发豆币啊。呢度啊。哦，好啊。有啲優惠嘅可能，有好漂亮，真漂亮啊！彩色唔睇，我也喜欢美丽的。你就喺呢个位有一个。没问题呀、啊，我这里。现场直播，这里是。今天我们也给大家直播的是那个《金秋有约》二十年陈锦荣越剧乐曲的一个作品展。不存在这现场直播，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这本来就是一个惠民演出，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这个是一个惠民演出。玄哥早上好，晚上好，是早上好。好重的，我们先走吧。这现场很多观众来来往往的在这里穿来穿去，因为这个越剧它就是非常的有魅力，老广们很多是看着这个越剧长大的，所以呢每到越剧的演出就是现场座无虚席，很多的街坊都会来这里看演出。哎，春春哥哥你好，欢迎大家来我直播间，欢迎啊。好漂亮。
欢迎各位。没有办法看到字幕，没有办法看到字幕，字幕太远了，很小。这个听得懂粤语的人他没有关系，并且我是不方便翻译的，翻译这些街坊们会有意见的。谢谢虫虫哥哥。好，欢迎大家啊。周末我们今天带大家来欣赏广东的粤剧，广东的粤剧现在在做普及推广，因为这是一个广州目前有两项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一项就是这个广东粤剧呢，那么还有一个世界级的非遗就是广岭南古琴，所以呢就是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广东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周末我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带大家来这里欣赏广东粤剧，所以大家珍惜这样的机会，一个月我可能就是顶多会直播两次这样的粤剧，因为这个粤剧的话它没是今天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在这里的一个专场，现在这一位是他的学生，现在演出的是他的学生。那我们看到陆陆续续还有很多的观众在入场。哎，雪玲珑你好，要竖还是要横啦？那个雪玲珑，那会看到很多伞的哦。你要横还是要竖啊？谢谢虫虫哥哥，这样哦是吧？那行，我换过来啊。好的好的，那你们会看到很多雨伞的哦。顺子你好。顺子，你又把那个取消了，把那个什么乐，哎，好的。这个女演员非常漂亮啊，只是可惜这个画面你们可能有点看不到，有点远。你们看不到哦。哦，现在看到了。好漂亮的女演员啊！谢庐山，谢谢，谢谢啊！粤剧，现在这一段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给大家我们直播的是一位著名的粤剧乐曲的创作人，也是广东粤剧的学校的一个首届学生，现在就是在广东粤剧院担任那个演员，在职的时候担任演员，其实学了很多粤剧粤本的一些创作，所以呢他的名字就叫做你们认不认识，考考大家，这是谁？这是谁？现在他还没出来，你们看不到啊。这个，今天我们是给大家直播的是陈锦荣大师的粤剧《明明》，对。那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戏迷朋友的一个福利。今天是红泉新辉，就是金秋有约20年，陈锦荣老师的粤剧乐曲作品的一个展演。那这个展演呢是在广州的文化公园举办，对对，在文化公园，是的，因为这里是一个粤剧文化广场，这里
的话，就是这个是些惠民演出，不收钱，并且是允许大家拍摄。光头强，谢谢点亮。这个是。这个节目表演的这个节目叫做紫猴独唱，紫猴呢就是指女生，越剧里面的女生叫做紫猴，还分很多绛猴、亮猴，这个叫做玉宇禅宫，这个剧这个段子叫做玉，那一段戏叫做玉宇禅宫，那表演的是吴碧君，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我直播间啊！我们改天再带大家来这里看花展。今天最近广州的秋季花展啊，各个公园是各式各样的。我们现在欣赏越剧演出啊。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已经世界。
业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下面是乐曲对唱。我们广州音乐剧团的著名指挥唱唱家，亦都系广州市级嘅乐曲非遗传承人。乐剧非遗传承人廖怡和吴伟民，他们演的是《知音恨别离》，掌声欢迎他们。谢谢天一哥哥。我觉得听不懂不要紧啊，其实我觉得感觉还挺好的，是吧？哎，又一位美女要亮丽登场喽！啊，欢迎熊哥，谢谢啊！仙女飘来喽，我们把镜头移回舞台。你看今天下雨，有好多人都是带着伞来的，包括我也不例外。你看，各式各样的伞。
心哦，听的这个好好听的是吧，陈娜。你真的回来了，他说。
来了。什么秘籍？女的点的是秘籍。获得了第5届的中国曲艺牡丹奖文学提名奖。
以及那个李清照的《柳岸愁怀》，还有《星海》《黄河》，分别获得了第八届和第十届的广东省鲁迅文艺奖，并且录音发行了《情挑》《崔护情未了》《天仙配》《之重逢》等等300多首曲的乐曲。他的那个乐曲曲艺专业被一些名家以及港澳、美国、加拿大等地的一些乐曲社团广为传唱，并且上演。所以今天晚上，必须要知道啊，那个大钟，对吧？否则光让你们看，还是要让你们多一些了解嘛，对不对？最为难能可贵的就是陈景荣老师，从1998年开始，他就以这个金秋有约为主题，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背景上面，今天晚上的演出的主题就是金秋有约20年陈景荣越剧乐曲作品展演。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舞台上演员们表演的节目都是出自于陈景荣大师的作品。谢谢奔跑吧兄弟。那每一年陈景荣老师都会在广州以及港澳这几个地方展演自己撰写的既有传统底蕴而且又有现代音乐元素的一些上乘作品，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那这些系列的演出就是成为了一些乐曲乐剧的爱好者们难忘的一些品牌。所以陈景荣老师本人呢也获得了，因为这个获得了梨园金笔这样一个赞誉。谢谢小明，谢谢虫虫哥哥，谢谢游客313616，谢谢奔跑吧兄弟过奖了，谢谢那个熊哥，对，我们要为这些艺术家们点赞。陈娜，谢谢。他们都能听到，对对，很清晰。现场是因为你们这里有声音有杂音，他们听到的很清晰的，对，收音很好的。你刚才这样说，他们都能听到，就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怎么回事，要不然他不知道，只看到演出嘛。马上就发过去了，马上现场的嘛。对呀、啊，现场直播嘛。要发到哪里啊？网络上呀，网上大家看啦、啊。网上大家一起来看。啊，网上就可以。对对。哇，这个声音听的话，对我就这个。奔跑吧兄弟，谢谢有钱任性，谢谢，让我们为艺术家们点赞，谢谢支持，谢谢大家支持。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今晚的第二曲系，这个叫做乐曲对唱，所以是一男一女，表演的是妙琪和吴伟民。他们的这一段戏叫做知音恨别离。谢谢大家支持，大家感谢。今晚红唇新辉之金秋有约20年陈景荣老师的越剧乐曲作品展演，有很多名家今晚都来了，包括朱女、马义龙、白庆贤、吴伟民、周恩、林冠军、吴碧君、妙琪，然后主持人是我们最帅的伟斌老师。他问你昨天有没有来？昨天没来。对，光播乐剧不好，他这个有那个有访谈，有个互动好一些。对，当然唱得好，都是些名家很多。你看他们的那个一招一式，有本有眼。系噶，对方睇到啊。
对，哎呀，我拍你们也马上能够看到的。谢谢陈丽萍，欢迎陈丽萍从浙江来看我们的广东粤剧，感谢你支持陈丽萍。哎，杨青海你好，我咋知道你的名字啊？你不写出来了吗？Yeah.
整個隻腳嗰啲夠好啦，佢就買買唔到，係啊，兩百幾蚊。雅叔和雅婆最合适看哦，来了一位正宗的本土的粉丝，那个3648是吧？下午下雨没办法播一日三秋，我们改天再直播好吗？赏花呀，天气好。哦，梁玉荣的是吧？哦，我们这几位阿姨是不是都特别喜欢越剧的？是，从小看越剧长大的啊。对呀。所以对越剧非常有感情啊。那个，我给你看看你自己啊，我现在正在拍你，开心不？哎，你看阿姨们都是超级铁粉啊。看我们现场的观众也是非常的多，虽然下着雨，但是一点都没有影响大家来看戏的心情。红尘心灰 ，CS 男你好。现在是一个访谈环节，就是把这些歌乐，是红尘心灰金秋有约二十周年，陈景荣老师的乐曲乐剧作品展。哦，陈景荣老师来了。大家好，来走。哎，这一位就是我们刚才很多网友非常关心的陈景荣老师，终于出来了。好，谢谢刘建军，谢谢聪聪哥哥。他是这么多年来，他有。他说这个金秋有约算是一个品牌。我也播唔低翻，因為每一年咧，我都係即係話誒搞啲婚紗嘅。係，婚紗我哋同資金嘅一個相互嚟㗎嚇。咁我想咧誒，金秋喺生活嘅位置啦，咁啊陳老師你嘅作品就好好寫啦。咁我知道陳老師都好想睇到呢啲好嘅樂章嘅，咁喺我哋舞台之間咧誒，陳老師你。謝謝謝陳陳啊，謝謝那個劉建軍。三年啱啱出版嘅。哇，真係好嘢啊！咁啊，大家嗰啲陳老師寫啲歌係咪好好聽啊？好聽。好聽。
掌声送给陈老师，我来把那个现场的观众给一个大镜头给大家看一下。现场今天是真的是座无虚席，非常非常多的观众都是冒雨来这里看围观的。马上就好啊！好，大家好，这都是陈老师的一些粉丝们。哎，好，我们现在不影响后面的观众啊。晚上好，廖文涛。就问他。我上一场啊，我不会唱啊。My lady。我就会这一句。所以我说今天下雨，感谢大家来支持。你要我唱，我就只能唱。谢谢各位，多谢大家对陈老师的支持。谢廖文涛，廖文涛可以欢迎加入我的波斯团啊。听得懂，不会讲。既懂，最懂。你们教我讲好吗？等一下。所以像这样的节目来看多了就不会了，但是要学就没环境，我们同事都讲普通话。对，要多来这种地方就会讲普通话。每个月都有。对对，那每个月这一次。哎，那个斑马你好，欢迎。那给大家也普及一下啊，陈景仁老师是中国曲艺家协会的会员，是广州南面村的人。他是现在是中国曲艺家协会的会员，广东省曲艺家协会的理事。哎，斑马你好，谢谢廖文涛，哎，欢迎大家。那陈景荣老师是从1962年开始在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就发表广播粤剧《呼小度》开始，然后从这以后呢，他就为这个林小群啊、文千岁等等一些粤剧名伶，以及香港的歌星罗文等人，就撰写一些那个粤剧，像那个哦，那个访谈结束。欢迎斑马，欢迎！你看斑马是不是大家都很非常欢迎你？现在在换道具，我们看给你们看看现场，乌黑的一片。现场在布置那个舞美，大家稍后，马上第三场戏，今晚的第三场，那个叫折子戏，周人孤坟，那表演者是周恩，也是一个人。
这一出戏，哇，好精彩！甩辫子，哦，好，好，哦，你马上下班了，好啊，谢谢熊哥。那个斑马代替问，大家可能又在看演出，斑马你就不要太计较了。解忧草，谢谢点亮。好，不走神，好。因为我们很多网友听不懂。Thank you.
对，六文涛你好，你最近在忙啥呢？Thank you.
哇，好、哦，精彩精彩，太精彩了，太精彩了，谢谢东南西北观众。那接下来呢是今晚的第四场戏了，是越剧越曲对唱《落水情》，表演者是白庆贤和林冠军。林冠军小姐，欢迎。广州的街坊们看粤剧，他们从来不吝啬自己的掌声。那我也希望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也是把你们的点赞点起来，好吗？好，马上，马上。好厉害，都是一个好帅好帅的那个好帅好帅的年轻演员。所以现在大家对这个传统文化总是有一个误区，总觉得喜欢传统文化的都是年纪大的，其实不是这样的，这越来越年轻化了。比如像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都是不太甘心情愿，也是因为远在深圳的年轻人叫我来直播，他说他想看。等会儿跟你们说这个故事啊，现在人家演出了。谢谢廖文涛。白了，灯光亮。他不行，他点了也不行，他衣服太白了。对，对，那个灯光，那个点了也不行，是了。远一点看看，这也不行，太亮了。不要介绍他们，你们需要看戏。
服了。为他们翻译，要还原必要工作。不是在大剧院，是在一个露天的广场，文化公园。好，谢谢女主角出来喽。出戏肯定得看完，不可能说播到中间一半就不播了吧，对吧？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电视余华关注。电视都唔影佢噶。我都中意睇佢，佢又唔中意睇。你好，你好啊！嘿，今天过来了。啊、
哇！真係非常之好聽嘅一啲樂水平啊！再次多謝白建田老師，仲有林冠軍小姐。咁啊，今晚咧好多朋友都係啊，冒住咁多天氣啦，望住咁多場地啊，真係再次用掌聲，多謝各位朋友。咁我哋下面繼續請出我哋今晚嘅主角，著名嘅粵劇編劇陳國家陳錦明老師，有我哋嘉賓白建田老師、林冠軍小姐、少年劇團嘅當家同好生同埋花旦孫女馬耀龍，仲有周欣老師，今晚參與演出的都來了。那两位打扮的富丽堂皇的估计是最后一出戏的主演。我感动啊，真逗人，你好。所以说我们今天晚上的活动通过网络直播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不容易，对。今晚要多谢陈老师，中间那位披着红围巾的就是陈继荣老师。好冷哦，谢谢廖文涛，好冷哦。哇，真系好嘢，系咯，所以话老师嘅嘢我嚟做几个好啱。谢谢景荣老师正在大家交流。就是陈景荣老师除了就白头写剧、写曲、编剧，他还涉猎了很多外国的名著。他觉得就是发展粤剧或者闭门造车，有合适的题材就可以去适当的去仿效为中用。就除了这个以外呢，他还创立了金秋影业这个有名的一个粤剧晚会。得到了行内外的一个认可，今天是他20年来金秋有约的一个粤剧的一个作品展。不是全家福，这是访谈。陈景荣老师他其实是出生于邮电世家，从小就很喜欢乐曲，由于他经常去听这个广播电台播放的一些戏曲节目，特别喜欢那个红线女的赵君秋赛荔枝颂，所以陈景荣老师他也是一个红腔迷。这一位就是周恩演那个扑坟的那个周人扑坟的那个功底非常厉害。看我们的观众已经跑到前面去给他们拍照去了。那边还有方嘅陳老師咁落力，而且咧好支持我哋呢啲後生嘅。他说多谢陈老师支持这些后生的新的一辈学习粤曲。哦，谢指导人。廖文涛，你别乱讲，人家只是业余时间支持我。文化公园，对，不是文化公司，文化公园。
同埋另外同埋一點都想嚟講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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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啦，咁啊，陳老師即係同佢講好多，即係連加幾多個？好似啊，朱磊太陽啊嗰啲，到最尾崩翻嘅時候咧，陳老師已經上嚟要唱啦，最後而家咧已經係成為國家民族同翻版啦，你哋對陳老師都有咁嘅評價嘅。好冷哦，有点冷了，很冷很冷，有点冷，吹风了，下雨了，我听得懂，不会讲，谁听谁讲，你懂不懂啊？好冷的。这个阿姨在安徽广州的，讲得好。谁听的呀？谁讲？你哪个电视台？我都是呀，哪省台？省？是呀。省？你呢度中四粉丝啊？即系呢个台。是台湾的代表，我们吃那个活动团。谁讲的呀？冇错。大脑袋，大脑袋。多谢各位，好，接下来还有今晚的最后一场折子戏，由朱女和那个马艺龙为大家表演。那这个折子戏是离宫贺寿舞离上，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穿的那么金碧辉煌的，就是刚才那两位站的左边的两位，一个叫朱女，一位叫马艺龙，都是在越剧界比较有名气的，都是我们广州的街坊非常熟悉的。
半生情分生死相伴，我所在的地方啊，
广州的文化公园越剧文化广场。哎，谢谢黄丽。有吗？廖文涛有吗？有吗？现在正常吗 ？A B C E L， 你好。哦，好的，那是他那边网络有问题。哦，那就好。主播湖南人，湖南籍，新广州人。对，变天了，有点冷，大家注意加衣了，冷空气来了。Oh,
谢谢那个春的天，谢谢。对，有今天晚上在看演出。这是一首情意点，不是不让在看演出呢，你这个房管也跟着在瞎起哄。来让你去做管理，你说你都在这里瞎起哄。是我的头像，是我前年的古装照，2016年9月份照的。好，新朋友们可以关注一把主播，点左下角。非遗更多的让人了解，因为这个是一项广州市的非物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哦，你好。广州的瑰宝特别多。
Yeah.
哎，谢谢啊，欢迎大家。这个谢是演员谢慕容，意料之美，谢谢。那个陈老师说，感谢大家光顾，多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拜拜。你看现场好多那个粉丝都围在台前，都半天不舍得离开呀、啊。小小点。来俾大家睇睇，有卡吗？不卡吧。好 ，OK， 拜拜。拜拜。还行吧。Hello， 我忙得要喊翻。我忙得要喊翻。我第二份睇咯。好，现场的那个已经落幕喽，工作人员还有忙碌，我们回家喽。拍照啊，就不拍了，经常有这样的机会，不拍了。谢幕以后就不去后台了，因为后台人家在换衣服，不方便。今天来的时候呢，也是刚刚好，时间到这里。哦，我要收那个了，我要收工具了。哎呦，好冷哦！哎呦，好冷，好冷的。今天变天了，你看我到的这个地方是露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屋顶，然后周边都是能够漏风进来的。黑咕隆咚的，然后这里有花展，非常漂亮。我看看啊，应该是没下雨，没下雨带你们去逛一下。哎，大家睇睇，这里最近的一个月的演出都到这里，好多人都还围在这儿，不舍得走，还在看。好啊，明天是那个折子戏专场，目的是今天有九点半哦，啊，九点半哦，哎呦，冷喽，走喽，回去了，好冷的，哇，那个阿姨的身体好，穿这么少冷不冷，阿姨？冷不冷啊？不冷了，不冷啊！我今天啊，啊，好不好看？好看，好看啊！下雨了，下雨了啊、哦！下雨都要来了。哦，为什么要来呢？下雨，我就看要支持他是吧？猪，你喜欢猪女是吧？啊，我看哦，觉得猪女的扮相漂亮。又塞车了。哦。啊，又哈那、这个走动不方便呐、啊。哦。下雨了。回去注意安全、啊，路上下雨了。公交车又载车呢。哦，好的。塞车啊、哦，坐地铁吧，啊，坐地铁那就坐地铁。唔系，我坐公交车。哦，坐公交车啊。地铁上嚟呢度，唔系发公园。好，阿姨，你晚上注意安全哦。嗯。晚上注意安全。对。天气那个下雨，怕滑倒。谢谢。嗯，谢谢。谢谢。这么冷的天，你看阿姨的身体多好啊，穿个短袖。是啊。我穿长袖我都觉得冷。啊、好，谢谢阿姨。辛苦你们了。没有没有，谢谢。所以广州的街坊真的很热情的，就是。每一场的粤剧都是满满的，从来没有说坐不满。本来今天下午我说早点来，五点钟来给你们直播看这个花展的，结果一场大雨就没有看成了。现在看一下看不看得到啊？乌黑的，你看这里有一条龙舟，菊花展，哎呦，真的很漂亮哦。白天天晴的时候一定要来这里拍照来。好的，没问题，冰雕之美，谢谢。上面还有很多风车，这里是一条龙船，龙舟，你们看到龙头吧？这全部是用鲜花装扮做成的这样的一个造型。这是一个龙舟，上有用菊花、黄色的、红色的各种各样颜色。龙的身体是菊花的那个树叶，
哦，可惜看不见哦，好漂亮的嘞！哎呦，只有我看得到，只有我有这个福气，哈哈。好的，谢谢你们啊。我们红唇新辉的节目，那个粤剧，戏迷的朋友们的福利呢，是每个月一场。那不管怎么样，我再忙，我都会抽时间过来的，除非是我出差了，不在广州。下一戏迷朋友们，记得下一个月提前要来我这里围观喽。